去，赶快。对，一般是学多久能拿下来？像你这么年轻的，八九次吧，刹车，感觉有 stop sign 来了。第一停，大概你们这儿都是四个 stop sign 吧？看看完左右就走就好了。看一次就行了。看一次就好了。十八九岁，八九次差不多了。每次两个小时这样。你不是说那个什么时候二次停车吗？就像现在一样，是一个单向的路的时候，也就是 T 字路口二次停车。你要好奇心出去看，对不对？对。这边很猛，马上就来车，这不够，好像有点遮住。然后你的手跟着这个方向去扭。对对对对对。然后就可以。再看这边走。加油，你打完再返回来，现在返回来，这边是避开一个什么，这叫自行车道。对，这是第一步。我们现在在二次停车的路口，二次停车路口。那我看一下你的打轮怎么打。你是学过一点点车，所以改不了那种用反手推的那习惯，对不对？那你就按刚才现在这样打，就是原来是画一手挥就180度，你变成两把，就说啊90度一把，然后撤回来手，回到那个左边这个点上，然后再推一把，就像现在一样，已经完成这个角度了，是吧？推，再推，好，待在这儿，然后你试试加油，对，再松油门，松开油门。你看它已经转过来了，而且标准的在路中间这一半部分，是不是挺好？这叫快打，你不能先加油，特点就是先动手。这个方法可以用在，就是你等在红绿灯路中间，马上就是快闪左转。其实我们很多知识都是在居民区学好的，然后应用在大马路上。这个要二次停车，对。再来一次，再按住，再多一点，多一点。好，你就够吧。好，看左右。左灯，我们基本学左。走。不，你先，或者你就要松开那个速度，它会动一点就好了。是不是还挺好？OK。等待，可以了吗？走，坐中间一点，对 ，OK， 还可以。那你必须得有耐心等待。是。你以为考官没有耐心了？不行，那一定要等，除非考官真的没耐心了，他说让你走，你就得走，知道吧？听他的，右转哈，再大一点，走多一点，好了，等着，看回，这是第一个右转，我们再继续哈，右转，大右灯，倾斜一点，踩住，这个是二次停车了，这个是你能看到这条路。它是个弯路过来，你就直接走，就像刚才学的一样，走出去一点，对，牛接住，再推，全部用那个反手的力回来，油门啊是很轻微的，你懂吗？那你左转那么轻，你右转也是要轻轻打，那你是新手就好了。等你胆子大了，你就使劲，还可以啊，还可以。再右转啊，减速，对，推，接住，其实就两把，原来比方说你一手，你变成两手走，就是这个叫频繁的搓，推就好了，没问题。你考试新手嘛，它表现你慢一点没问题，就小分，如果你猛烈的话快，它就是大分。减速，
是个红灯，右转，往前靠，往前靠，哦，停在这儿。那我们已经学会居民区右转，对不对？你把它当成二次停车，就是像居民区一样，溜出去，手打，然后再停顿。其实就是你觉得没车就可以走了，走，推，就是你。他为什么停？他也不应该停的，他应该过来的，是吧？在这儿右转，对对对对，很好。这是第一节课，已经会转弯了，厉害了，好快。知道你家在哪儿吗？在后面。那你为什么不停车？不会停。不会停。我要转一个圈回来啊。好。好吧。多打一点。对对对。可以可以，还可以。从这儿能过吗？过不了。再前面一点，对不对？这个都很漂亮。再转一个圈，这个动作要连续一点，就是快了，速度快了。你缓了一点，那就有点来不及，或者你要半刹车都可以。前面快到了吗？到了吧？哎，怎么没看见那个公园？我们家不在那公园对面。确定知道你家在哪儿了啊？对，知道。就在这儿。在前面一点，在前面一点，打右灯，在后面一点，往右边靠，在后面，在后面一点，过了哈，过了没事，我往回走一点，往这儿停下来就好了。好，踩住，反转手，对，松开脚，对对对对，好了，往前溜，回正，好，这就是第一课了。哦，你按这个，按这个结束。哪个 ？Parking P 这个东西。哦，这个。Yes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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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轻松轻松。